欢迎各位参加本场分会，很高兴。首先要谢谢各位的耐心，我们出现了一点技术故障，这个蛮可笑的，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数字化。首先呢，欢迎各位，很高兴啊，可以说今天是能够跟大家交流，是梦想成真，能够分享，特别是这个话题，跟今天对于侨民组织很关心。我叫Teresa， 那么我是IOM 总部的转型和沟通官。那么我们今天呢有三位非常优秀的演讲人，而且今天的内容非常有趣，会讨论数字化和数字侨民的各个方面。大家都知道，新冠疫情显示数字世界对于发展至关重要，而且连接人们是关键，而且呢数字移民也会塑造侨民的情况。而且呢现在的事情下，人们连接的越来越紧密，而且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还存在一些挑战，比方说在隐私方面，在数字的知识方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有趣的话题在移民参与方面出现，比方说人们担心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参与的更多发送各种信息到全球各地，而且呢真的是连接很紧密，还有这样的关切。那么我们知道侨民是这一个峰会的主旨，我们也跟各个合作伙伴合作努力，谢谢各位，特别是说网络研究院的支持。同时呢我很高兴介绍我们的第一位演讲人，他实际上呢是本场会议的东道主，我很高兴介绍你们。首先呢就是奥萨夫·印萨义德，是印度外交部，他是职业外交官，之前呢就是一直在印度外交部工作，而且呢是曾经是当过三年的外交官，包括政治经济是还有文化方面的工作，还有领事工作。很高兴今天他能够光临，而且呢也欢迎各位参加听取他令人非常兴奋的演讲。那么赛义德博士您请。非常感谢各位尊敬的代表，女士们先生们，我的确非常高兴能够在今天下午在全球侨民峰会上跟各位交流。那么关于数字侨民以及呢参与的技术工具这个话题进行交流。那么大家知道印度是一个侨民大国，那么有大约有大概3400万非居住在印度的侨民在世界各地呢，而且呢还有1800万的人呢是印度裔的，而且呢我们印度希望能够对可持续发展在他们所在国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也对于本国也要做出贡献。而且呢无论是说技术转移知识分享方面都是如此，印度对于侨民呢是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外交政策的桥梁，我们也持续不断的在跟侨民去互动。那么侨民大家可能知道是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不管是东南亚、非洲、欧洲、阿拉伯，还有很多地方，那么甚至呢是一些国家最早的居住者。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在数字系统当中使用者也很多，那么去年呢大概是1.7亿的使用者，那么现在呢可能会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到这个9亿。那么印度呢目前也是世界上互联网用户第二多的国家。我们看到技术呢是给生活提供了很大带来了很大发展，印度呢也是技术的领先国家，特别是在社会服务方面是让普遍
那大家普遍能够获得的社会服务，而且特别里头最好的一个例子，我可以举大家就是印度的转型，那就是确保13亿的人口呢都能够独一无二的身份证，那么以及他们的社会保障号码，而且呢，他们有自己的 PM 卡，那么是还有数字的足迹方面，那么。这就能够是政府服务方面一个快速的转型，而且呢，印度也是一个领先的国家之一，能够提供数字技术服务给这个侨民，那么既给离开的侨民和归国的侨民都提供，而且呢，我们有一个巨大的、非常庞大的移民平台，那么给所有的移民提供服务，同时我们还在过程当中去开发我们的电子移民平台，那么去协调讲英语的移民能够建立起沟通渠道。同样的呢，我也想强调我们的护照服务的计划，那么 PSP，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计划，而且呢，让印度所有的人呢想去国外的时候都可以在印度去简单便捷的获得护照的签发，而且呢，数字护照也是另外一种工具，也是可能的一个工具。那么目前呢，在印度来说，护照的发放是外交部的工作，跟很多其他国家一样，但是印度很快就会发布电子护照给公民，而且呢，我们也在沿着这个方向努力，在这个围绕着电子护照方面呢，还要有其他的证件，我们也现在在把这个芯片纳入到系统当中统一起来，这样的话呢，这也是一个例子哈，显示了我们在如何使用技术去提供服务给印度的公民。那么同样我还可以提一下我们的领事服务管理系统，那么或者是用一些印地语的问题，可以帮助印度公民去追踪领事服务的进展，而且呢还有在国外的印度的这个使领馆的服务的追踪，而且呢政府官员各个部门能够连通起来提供这种服务。而且呢，自从推出以来，已经有7万多的这个印度公民享受了这样的服务。而且呢，通过这些技术，印度的能力也能够在各个方式得到了加强，包括侨民的参与，提供包括各种各样的平台提供服务和平台，同时呢，加强侨民和祖国的联系。比方说呢，我要提一下MyCorp 这个平台是一个基于网络的平台，它的推出呢是为了加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那么利用技术的发展，在这个平台上任何人都可以登录，并且呢提出一些建议，而且呢有些建议是直接提供给我们的总理的，而且呢这些建议可以会直接让政府的政策制定部门看得到。另外呢，作为外交部，我们还推出了全球移民参与活动，那么就是这个运动呢，这个工具呢是为了加强印度移民的数据库管理，让他们跟新的和现有的政府主题关联起来，而且呢让印度的媒体也能够获取关于各种活动政府外交部门组织的工作，让媒体可以获得，这样可以促进移民的这个侨民的参与。而且呢还有全球印度学生的计划，帮助印度的学生在国外学习留学，可以让他们能够做出选择什么样大学哪个国家做出决定。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主题是职业相关的，跟印度侨民想要做出贡献的愿望相关的，很多呢都是从简单的网上的测试相关的，让他们了解一些印度语的课程，
知道有哪些课程，尤其是跟他们相关的，还有一些课程呢，是跨印度和国外的，还有一些是一些科学参与项目，有一些全球性的网络，像这个有一些客座的高级的学者，而且呢，让移民呢也可以让这个侨民呢也可以参与印度的各种科学网络的工作。那么这些计划和项目呢，都是很多都是鼓励侨民的参与的，而且呢是让他们跟祖国连通起来。我们也希望呢，海外的所有的这些印度的侨民呢，几乎是可以跟印度公民获得一样的待遇，而且呢，让印度侨民面向他们组织各样的活动，而且呢，这样的一个旗舰性的活动也在从2003年就开始持续举行了，而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让印度的海外人士，那么不仅在自己之间加强联系，也跟印度政府加强了联系。所以说呢，我想说，我们的外交部呢，在积极的利用这些数字平台和媒体平台，来加强跟侨民的联系，包括像 WhatsApp 等媒体平台，这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声音，给面向这个移民的工作者，还有社会媒体呢，也非常的有用，可以已经成为了正大的一个发声渠道。那么，各位如果不知道的话呢，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传播信息的这个渠道，而且呢，我们的努力呢是希望能够调动和使用这些新兴的工具和技术，创造条件，让我们的海外的公民可以进行汇款，把他们的收入转移到国内，而且呢可以扩大规模，而且呢我们还在使用这个技术工具用于是用让移民呢去加以塑造，同时呢还使用同样的技术给全球其他国家去提供包括不管它的互联网速度是怎么样，工具是怎么样，但是呢不管如何，我想呢通过使用技术呢都可以形成了各种技术团队、语言团队，让他们去跨越国境去合作，而且呢去促进可持续发展，不光是印度，还有其他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还有社会教育等等。所有的很多的这个侨民群体呢都跟印度建立起来了联系，出于这些目的，而且呢这些战略和策略呢都在实施当中，我们还在跟印度侨民去加强文化的外交，去宣传我们的瑜伽、我们的本土文化，还有这个治愈的这个痊愈的这个一些技术文化，还有呢去建设印度品牌、国家品牌，还有呢一些印度的一些外交使团也在推出了他们自己的工具和技术。有各种数字平台，比方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疫情当中有一些外交使团开始了所谓的这个崇拜使团，就是说问你们的有什么就是宗教的问题可以去交流。所以呢女士们、先生们，正如我刚才说过的，我们非常富有热情地谈到了一些新的数字工具，不管是和侨民社区互动，也可以看到这些技术可以怎么样来去利用解决他们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有一些成功，
就是在利用数字技术上的成功取决于我们再去看演变技术的时候到底是多么的正视它，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利用这些技术和侨民互动，以及侨民社区是否接受这些技术，是否迫切地想去利用技术，尤其是利用新兴的这些技术平台。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希望本次的介绍有益于这次的会议的介绍，因为主题是非常重要的，我就讲到这里，也是希望欢迎大家对这个话题进行贡献，非常感谢，也是期待大家的发言。非常感谢 Said 博士，刚才您的介绍也是特别的令人刮目相看的，尤其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概览，告诉我们目前为止您所提供的技术服务和侨民进行数字连通的时候的做法。您包括从服务，从信息共享到能力建设都谈了，我特别感兴趣，想知道您已经是去和侨民社区当中所去共同改变了他们的思维的方式，比如说去聆听他们的想法，共同去提出了一些技术的解决方案，这也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因为这些信息最后又反馈到了政策的形成当中，所以我们对于侨民来讲要了解他们的反馈，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刚才听您的发言呢，我觉得这个得到了体现，非常有意思。同时我们也要知道行动力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由侨民自己来选择到底是找谁和谁去联系，到底用哪些参与的方式，使用什么样的工具。当然我们自己还有一个新部门的参与，刚才您在发言当中也是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比如说像脸书网这样的机构，他们也是提供了一些服务，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呢。我想这也就非常好的就过渡到了我们接下来的主旨演讲嘉宾，他的话呢也是来自于美国，是来自于这个脸书网的演讲嘉宾 Sam Harrell 呢，给大家来去介绍一下，他也是负责中东、非洲以及土耳其这些地方的侨民事务的主管，并且他也是创始了非洲妇女侨民网络这个组织，也是他的执行主任。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有请 Samha Araya 做主持演讲。非常感谢 Larissa 女士，很荣幸今天在这里。大家早上好，下午好，我的名字是 Samha Araya， 我在这里代表的是 Meta。 Meta 的话呢，它的前用名就是脸书网， Meta 的话是一个国际公司，很多人你们可能都已经是知道了他们的 APP， 还有很多其他的工具和产品。但是在我深度跟大家讲一下我的一些想法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背景吧，因为有些人我知道还是不太知道我们 Meta 为什么把重心放在侨民社区上。我的家人是来自于东非的厄立特里亚的，所以呢我今天特别高兴能够来到这里。我还有一个姐妹啊，我的姐妹当然了她也是我的一个同胞，他也是来自于我们这个东非的这个国家的。我的故事和很多其他人的故事都是比较一样，我们的家庭也是在冲突战争独立战争的时候呢，也是要脱离埃塞俄比亚，最后就来到了美国，是为了获得教育，因为很多移民也都是来到美国希望获得更多的机会。后来我们是想回家的，但后来战争越来越加剧，他们就意识到就必须要在美国继续待下去，并且在美国继续延续自己的学习，但同时要开始自己的生活。所以我是出生的时候就是当时有很多的移民来到美国的时候，所以当时我就意识到了侨民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推动和平以及冲突解决方案的发现的过程当中，以及宣传参与这方面的时期当中出生的。所以我自己呢，特别是希望能够推动侨民参与的话题，而且想看一下如何让侨民更广泛的参与到公民的活动当中。所以今天特别高兴能够参与到这个以数字侨民为话题的活动当中。在全球移民契约当中的话呢，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当中这个目标19其实就是为了能够去使得移民和侨民能够更好的为他们共同推进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我们的有一个 Meta， 当然是一个公司啊，除了是公司以外，它也是一个非常全球化的组织。我们是特别的能够意识到我们的产品和工具能够嵌入到用户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想法，也想大家能够加入到我的对话当中。那就是说，数字侨民，也就是技术工具促进参与这个话题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让大家先做一个思考吧，先想一下，你上一次从亲戚那里收到了一个信息，可能是给你打了个电话，就是跟你问候一下，或者可能是一个短信，祝你生日快乐，也可能是一个视频电话，亲戚终于在多年的分离之后终于重聚在一起了，也可能是一个群聊，比如说你可能高中很多朋友加入了一个群，或者是你以前住的这个邻里区域当中的一些邻居。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侨民社区都是在他们自己的个人的网络，在他们的家庭，在他们的这个邻里之间进行参与。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现在参与也是因为一些他们所关注的事业，比如说他希望能够支持自己祖国的一些事业发展，还有原因是因为这些侨民互动参与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推动社会经济或者是公民的一些事业的发展，希望能够支持自己的祖国。当然这些例子是每天都会在发生的，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这样，可能是每天在他们的手机上，在他们的电脑上都会发生的事情。这些例子可能已经让大家回想起了上一次你所收到的一个短信，或者是上一次让你的这一天过得更为愉快的一场对话。但是我想也很有可能这个信息你获得的渠道就是通过社交媒体，尤其是通过我们的产品。我们知道脸书网还有像 Insta 以及 WhatsApp 这样的一些渠道，他们都是非常关键的让侨民互联的方式，可以帮助去打造社区、放大声音的途径，帮助我们提高意识，让很多侨民社区以及在我们的这个祖籍国家的很多人所关注的一些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的工具在全球被利用，也可能是为了政府的事业，或者是企业的事务，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社会的其他领域所被使用。因此我们也是和政府和我们的这个今天所出席的一些部长啊，还有这个大使馆的一些工作人员在一起共享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我们希望能够最后可以让这些进入到政策的形成和侨民倡议当中。我们说数字侨民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意思呢？侨民希望和其他人保持联系的原因以及方式有很多，以及当地的侨民社区彼此之间保持联系，或者和祖国之间保持联系的方式有很多。不管他们是为了想去知道自己的祖国发生的新闻是什么，或者是这个儿童的一些侨民，他们是希望能够去保留自己的这样一个文化的传承，因为他们非常自豪于这一点。还是说是这种最初始的这一代的侨民，他们现在还没有和自己的祖国建立联系，但是他们希望能够找到这种联系。他们可以通过数字的方式，也可以通过这种亲身的方式能去保持联系，因为这个会影响到他们在全球各地的一些生计。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了解这一点，是因为这就是今天我们所有人出席这场会议的原因。但同时我们也是想知道这样的一种体验到底在数字的环境下是怎么样的被展现出来，而且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种体验是涉及到了我们的社区组织人，到创业家，到脸书网的社群，以及到被代表不够的这些社区，到现在赋权更多的以及有更多空间来去发声的妇女群体当中。但我们也知道这是全新的东西，因为社交媒体在过去十年，尤其是过去十年，它增长的数量和速度，你可以看到其实已经是出现了变化，尤其是在推动侨民的声音这一方面。所以当我让大家来去想起刚才的这些例子的时候，对于我来讲，通常我脑子里所呈现的一个图景就是 WhatsApp 上有人给我打电话，或者是在脸书网上有人给我发了一条信息，或者来去读有关我们自己祖国的新闻是在这个脸书网的首页上看到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就能够去成为这种关键性的维持生计的一道生命线，
可以保证侨民和他们的祖国保持联系，来去放大他们的声音，并且能够去保留留存他们的一些声音，可以打开来自于不同国家，来自于不同政府和他们自己的侨民社区之间的联系。我们现在在全球有300万以上的用户，我们就可以开始学习到我们的产品可以怎么样成为这些侨民社区的首要产品。那么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放大化的体验，通过对于我们产品的利用，我们就是把这个叫做数字化的侨民体验。我们来看一下侨民怎么样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去从数字的角度推动我们的社会经济和公民的运动的发展。我们已经是发现了通过侨民的参与出现了一些经常性看到的主题，可能是支持强化或者是赋权。我们也开始找到机会和方式能够继续保护侨民在我们平台上的体验。我们也识别了几种方式让非侨民的一些实体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和侨民的社区进行联系，所以今天我想要讲的就包括这几点啊。当然我这里做的列表并不是最详尽的一个列表。在我开始讲之前，首先我想从 Meta 的角度来讲一下我们对于侨民是怎么看的。 Meta 我们所采用的就是国际移民组织对于2013年对于侨民的定义，这也是在过去十年当中出现的这种重大用户增长的现象之前，所以它的重心是放在移民以及移民的后裔，但是这些人他们还是和他们的来源国保持着非常强有力的联系，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方法，也就是看一下这些侨民社区是怎么样去维持以及发展和他们祖国之间的联系，但是通过我们的产品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来去考虑侨民是怎么样在数字上去探索这种方式，尤其是通过社交媒体像脸书网这样的产品来去做这件事情。第二点，尤其是对于非洲和土耳其团队，因为这是我的团队嘛，我们来看的就是土耳其中东以及在土耳其中东还有非洲这些地区当中，因为这个大的地区就是目前为止我是工作授权看的就是这个大的地区。虽然说我们的具体的框架是适用于所有地区的，主要是来去看一下这一部分的人侨民他们现在是住在这些地区以外，但是是有组织联系的，然后来看一下对于他们来讲在这些地区当中的社会经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知道对于政府来讲，他们特别的想去和他们的侨民社区建立联系深化联系，并且激励他们的参与，这样就可以允许带来经济增长、社会的繁荣以及持续的稳定出现在当地地区。所以我们也来审查一下政府到底是怎么样去和他们在海外的侨民互动。当然这个是适用于全球各地，不光只是适用于中东、非洲和土耳其这三个地区的，所以我们就是那么去看待侨民这个话题。就侨民参与，我们最明显可以关注到的是希望能够持续从他这里吸取经验教训的，是这个尤其是通过我们的脸书网的简讯和 WhatsApp 可以看到的，是侨民使用我们工具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首先是打造一个社区，打造社区，最后这样的一个群体可以代表他们的身份象征，他们的亲和力、亲近力，希望能够跨边境的或者是在他们自己当地社区打造这样一个社区，这样打造侨民的社区看起来它的形式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呈现方式，可能是你自己来源国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象征的一个社区，可能是看起来是一个你的这个学校的一个校友群，也可以是这个组织可能就是想去代表一个目前为止被代表还不够的一个社会群体，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群体是为了能够去缩短他们的来源国和居住国之间的差距，但是打造社区总之就是第一个驱动因素。第二点，我们看到非常大程度的侨民参与主要是围绕着社会影响的这个区领域，社会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在这以下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看到侨民希望能够在他们自己的这个祖籍来源国
产生影响，这可能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也可能是一个由侨民所去组织的一个网络，也可能是一个侨民倡议，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意识，来确保比如说围绕着性别这个问题来不断的挑战女性性别的这个不平等，或者是来去代表一些目前为止代表不够的群体，来去用我们的工具，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脸书网的网页，还有脸书网的直播以及我们的这个视频，可以让他们实时和他们的用户来进行互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项目，不光只是因为你现在如果是在去看这个 Insta 网上 Insta 网上的话呢，不光是有照片，还是有这个直播的一个短视频的，我们可以看到推动社会影响的这些方式也是都是通过对于我们多个工具的利用。第三点，除了整体来去看社会影响这一领域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侨民也是在使用我们的工具来去放大他们的声音，就是为了去宣传他们关注的事项，这就适用于多个领域，比如说通过这个基于权力的一些组织或者是倡议，比如说他们可能关注的就是保护一些最基本的人权，来放大一种需求，这个需求可能就是又是代表不够的一些群体，但同时也是以不同的角度和说法来去放大一些声音。我们了解人权的参与方他们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我们知道民间社团组织扮演的关键角色，以及哪些个人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去在我们的平台上想去塑造他们创造力的一些不同的方式。再给大家一个例子吧，也是之前的一场会议我听到的，比如说现在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侨民的慈善活动，可以看到这种筹资活动，就是目前为止他们使用我们平台所在做的事情，比如说来自于印度，现在就是专门给在美国的一个侨民社区，他们是既服务于印度也服务于美国，也是在实时的去利用我们的平台，这当中很大的工作就是在我们的平台上所去做出的，但同时他又能够去扩展在美国当地的一些倡议，或者是以及这些侨民他们所来自的组织的来源国。当然大家到目前为止已经听了很多包括公共事业的议题、公益事业议题以及慈善组织，但是 Meta 作为一个总的作为一个总体的组织来讲，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去放大这侨民的声音，但还有侨民的一些中小型企业的参与，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是有若干个在美国的中小型企业以及欧洲的中小型企业，他们就是得到了侨民的支持，他们所服务的客户就是来自于比如说土耳其、中东以及非洲这三个大地区，或者是相反的这种方向啊，也是有一些来自于中东、土耳其还有非洲地区的这些人，他们所销售的产品还有服务就是来自于这些地区的。所以我们的平台你看再一次又是比如说 Insta 这个网站目前为止就是侨民的中小型企业来去分享他们自己产品和服务的一个主要平台，创业家也是这么去使用的我们的平台，来去在这个平台上去推广他们的一些想法。最后两个例子也是我目前为止感觉到最为兴奋的例子，因为我觉得他们将继续是侨民推动总体发展的一种方式，但也可以看到知道我们的产品能够成为这种体验当中的一部分是很有启发性的。首先就是工作技能以及知识的转移、知识的传递，我们发现企业和组织以及实体的这些侨民他们就使用我们的脸书网的直播活动来去使用这个在脸书网上的一些这个群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这些是我们产品当中的其中一个功能，我后面还可以再讲更细一点，但是也希望刚才我讲的这些功能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这种知识和技能的转移以及是出现了，这是在侨民的实体和他们自己的这个祖籍来源国的这些国家的人之间已经出现了，就是为了能够推动当地的比如说经济的发展，帮助一些中小型企业能够去触及到更多的群体。我们也知道还有比如说网络的可及性在世界很多地方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地方现在是有
联网的速度有网络可及性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这些桥梁已经被侨民通过我们的工具所建立起来了。另外的也是我自己感觉到最为，我个人感觉到最为亲切最为密切的一个话题，那就是说他们的回复，也就是说这些侨民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去调动他们的资源。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就是实时正在做出了，不管他们是一个自然灾害还是一个人员造成的灾害，我们可以看到侨民就是会第一做出应对，到我们的平台上去分享信息，并且来去调动大家的参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全球希望能够让大家都可以去使用的一个工具就是慈善性的捐助，可以使得非慈善，可以使得这种非盈利性的机构在我们的平台上做出宣传，能够去应对当地或者是全球的一些危机。大家看到很多资金募集者在这么做哈，他们都是非盈利的活动。那么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一些侨民在募集资金，比方说发生这个洪水啦，或者说是孟加拉发生飓风啦，或者说是印度有一些这个灾害的这个受灾人士等等。但是呢，我们是要更看到更多的侨民组织起来，所以说呢，通过一些安全检查，然后还有这种慈善捐助，我们看到侨民呢能够放大这作用。而且呢，侨民呢也在跟自己的祖国去的人员呢去联系，问他们一切还好吧。那么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很多活动不仅限于侨民的援助，我想呢这方面有很多更多的机会。而且我们也知道世界各地的大使馆也在使用我们的平台去跟侨民沟通，而且对那些各位尊贵的代表啊，来自于使馆的，我们也想请您考虑一下，可以如何使用你们的脸书主页账户，可以在危机当中呢，或者是危机响应当中呢，去联系侨民。比方说呢，像海地政府在过去数年当中，就是通过脸书去，在可预测危机的时候，比方说像飓风的时候，或者是不可预测的灾害的时候，联系他们的侨民。我们知道使馆呢定期的去经常的去跟他们的海外的公民联系，而且我们想要确保那他们的脸书的账户和网页呢能够更新，让侨民可以使用。所以呢我稍微讲讲数字侨民是什么意思，还有什么样的平台。那最后呢我想再讲两点。首先呢就是你可能问我们怎么做这种工作，这意味着什么。那么我是非洲中东和土耳其公共政策部门的一员，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政策部门在全球开展工作，我们有专门的团队面向不同的国家，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而且呢真的是有机会让我们公司 Meta 去了解政府的政策是什么。环境的经营环境在国家内是怎么样，还有全球是怎样，有哪些趋势，还有发生哪些发展变化，也可以使用什么技术或者商业发展，或者说是一些根本的人权保护，这个自由言论自由这些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的工作呢是跟不同的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参与者在国家内发生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还有侨民也是一个关键的利益攸关方，在民间社会生态系统上存在。所以我们讲民间社会的时候呢，我们是把侨民是认为他们是民间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且呢他们带来很多结果，很多时候经济的，有的时候是社会的，有的时候是民间的。所以我们继续把侨民看作公共政策目标的利益官方，同时也认识到他们有独特的一个情况。所以我的团队呢就在跟利益官方的这些侨民去互动，同时呢因为我们是侨民工作的领先部门，我们也在跟其他部门看他们有机会的时候，就比方说菲律宾办公室、印度办公室，那他们已经在跟侨民工作，那么就是由于我们投资于侨民国家，
的这个性质所决定的，但是我们工作是倾听和学习，发现挑战和机会，并且呢，做定出产品更有用、更有效果和更安全的是一个历史用。所以呢，这就是我在考虑我们团队首先想到的这些内容，就是说，放大这些数字侨民的作用，确保是安全的，有尽可能有效的给用户，同时呢，对于其他使用者。在这个内容的使用者里是安全，但是说到未来，我们会继续开展。我们知道侨民会继续的数动方式、数字方式进行，如何让他们安全，如何让他们放大声音，如何让移民侨民知道怎么样使用这些平台，一些平台上的风险，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用户，所以总是会应对到这些，比方说不准确授勋，还有个人伤害的风险。所以有负面的和风险的这些方面，那么也存在于我们平台，我们也认识到说需要确保侨民像其他的使用者一样要理解我们的社区标准，了解我们框架当中的一些规则，违反了这些标准和规则的话会怎样，而且要理解我们的这样的平台的目标是什么和目的是什么，这样不被滥用。还有我要补充一点，就是隐私和安全，用户安全和隐私的问题，那就是关于未来的，不光是互联网，还有社会媒体、社交媒体的未来。那么在 Meta 公司，我们讲到了我们对于未来的愿景，就是元宇宙，让数字和虚拟的连接起来。你可以想两点，一个是数字鸿沟，现在是有一些世界上有一些使用不了我上不了网的人，还有呢就是未来如何帮助继续进行我说的那些例子，比方说在灾难响应当中侨民的作用，还有发展知识技术转移分享的作用，我们如何在元宇宙当中虚拟性实现。我这里想到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阿尔巴尼亚的这个美国的阿尔巴尼亚的后裔的人，他用我们的耳机呢，那么跟101岁的阿尔巴尼亚的这个老祖母去共享，分享了一些阿尔巴尼亚教堂的一个图片。然后他戴上这个耳机的时候，一开始可能觉得不好，因为他年纪很大了，他戴这个耳机，但他看到了这个教堂的图像之后，立刻就唤起了他的在家的感觉，还有他在那个教堂当中的所有的情感。所以这就是未来元宇宙可以在文化传承上起到作用，让我们找到我们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生活经历，并且呢去跟人们去分享。所以我们想要确保侨民可以继续帮助连接和建立桥梁，尽可能的聚焦于我们把工具提供给世界各地所有的人们。我也注意到时间关系啊，所以就想衷心的感谢所有今天参加论坛的人们，特别是国际移民组织、爱尔兰政府邀请我们也组织这次全球侨民峰会，也谢谢印度作为本次峰会的主办国。而且呢，在这个领域工作多年之后，我还想感谢网络研究院，谢谢他们的持续的伙伴关系、支持和这个问题上的领导力。最后呢，我还是要说，对于所有在从事侨民工作的女性，特别是说南半球的女士们，你们给我们了很多灵感和开放，而且呢，有了你们才有这样的民间社会的活跃，而且呢，特别是女性的侨民，想说你们的工作太优秀了，我们也继续期待你们在这个社区当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我就讲这么多，很期待听取其他发言人的稿件。非常感谢，非常启迪人心的演讲，我很高兴能够感激能够参加这次分享，并且听到您在自营部门的分享，您讲到了这么多话题，我来试着总结一下。但是呢，真的是听您的经历真的是太棒了。那首先呢，讲到情感方面哈，您强调了参与的情感层面在数字世界当中，这个呢，往往呢是会带来很大影响的。
而且我很高兴听到您说的飞机响应，我完全赞同，有同感。当发生飓风的时候，我祖国发生，我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要在脸书上看我的家人们是否还好。所以您说的完全没错，强调这种情感层面、联通层面，还有呢就是侨民分享他们的经历，通过数字世界去分享，同时呢还要考虑到就是有多层面的身份，女性在选择如何去参与。您讲到了非洲女性，但是从哪个国家呢？区域层面呢？还是当地层面？所以这些层面都非常有意思的影响。而且呢我们还意识到说，在全球层面上，你提到了我们有一些专门开发起来的工具和平台，比方说像 iDiaspora， 我也请各位呢可以去关注一下，而希望呢你能参加。而且也讲到了目的，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去参与，它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挣钱吗？是为了建立感情联系，还是为了发现强化他们的身份？这些都是很棒的。那么在这个侨民参与当中的领域带来影响。而且我很喜欢您说的部分，像年轻一代使用 Instagram 脸书去发挥作用，成为领导者，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而且呢所有的这个不同频谱上维度上如何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内容，创造出内容，我想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在您提到的我们讨论的所有层面上都如此。还有说到目的呢，我们讲到说这个宣传，的确现在有数字空间的各种各样的运动让人们连接起来，甚至全球连接，所以说呢是在这个目的使命之上的。谢谢你凸显了这一点，强调了这一点。而且您还说到的一点就是多利用官方的方式，以及呢你们如何在开发工具去应对用户体验，把这个侨民放在这种开发的中心位置。所以呢很感谢，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最后一位发言人，我也很兴奋要去听他的演讲，他的经历，去直接听听侨民组织的声音。那邀请 Kuma 博士，他是爱尔兰的 Every King 的文化中心的主任。那么我很想听一听这，我们有的时候呢不太注意到侨民的文化，这一点其实很重要。那这是一个燃料，把我们连接在一起，让我们的侨民工作不断的持续下去。所以呢再次感谢 Samha 女士的发言。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 Kuma 博士。非常感谢你的介绍。在听了一个这个技术背景很强的人的介绍之后呢，那我要说呢我呢讲的会是很泛泛的一个环境，主要是数字化的参与工具哈。所以尊敬的朋友，我们很高兴的知道国际移民组织在主办全球侨民峰会，是讨论关于侨民和移民相关的话题，我很荣幸能够参与。我们必须要理解数字侨民的意义，以及理解技术工具的作用，如何去影响数字侨民。正如有人总结过的哈，侨民的意思就是一群人呢，一个人群，他们从一个国家迁徙到了另外一个国家。那么数字侨民的定义呢，就是一个突出的网上的网络，分享文化，去影响自己的祖国和所在国家的政策，或者是呢建立起辩论一些共同的话题，通过数字设备去实现。所有这些技术工具，比方说脸书、推特、WhatsApp、TikTok、抖音呢，都是过去二三十年间出现的。我还记得当我来到爱尔兰的时候，那么移民非常少，当时呢来的外国人呢要么就是医生，要么就是天才，那么还有一些不少的商业社区，那么要跟人们连接起来，那么感觉到自己是侨民的一员。我们当时有社会文化和宗教的差异，
而且呢，有很少有这个活跃的志愿者去帮助我们去发挥这些职能。然后呢，就出现了电子邮件，我们通过一个点击就能把大家连接起来。然后出现了脸书，就是现在的 Meta， 然后还有 WhatsApp， 也是同样的方式出现。那有了这样的技术的进步和发展，那么我们就有了新的信息，新的数字球迷网络。那么这些数字网络的矩阵的形成，加速和转变了可能性，让球迷的联通改变了形式。通过数字技术和工具运用到移民网络移民文化当中呢，就使得文化呢与我们更加相关，加强了社区的联系，填补了鸿沟。而且呢还跨越了一些范围，是让我们的关系扩大了范围。而且呢，我们还看到政策的改变可以更快的实现，更简单的实现。而且呢，可以去游说，可以去加强社会纽带和关系。那这些数字工具使得上述的这些变化可以变为现实。而且呢，有了这个侨民和移民的数字工具之后呢，这些工具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们的思考过程、思维过程。那这就是现在呢，我们才像现在我们现在才连接的如此紧密。数字工具呢，给我们影响到了移民的所有方面，包括信息的获取、信息移民通过信息的获取，不管是关于本国还是目的地国家的信息。而且呢，帮助移民可以保持联系，跟自己的家人保持联系。我们想要试图证实移民技术不仅对移民有利，而且呢，对于使用技术可以反过来影响移民。而且呢，在印度来讲，也是帮助推进了侨民，也是推进了技术工具的使用。那么正如刚才赛义德博士也给我们举了几个这种进步的例子。那么有很大范围呢，还可以去扩大数字侨民。那么这里需要公共政策的参与，还有呢才有一些措施培训，还有跟侨民和政府的关系。而且呢，我们现在需要保护侨民方面，需要能够带来更强有力的关系，在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发挥作用。所以呢，这就是有一些为什么有一些侨民支持的计划项目。那么侨民所获得的技能可以在这个目的地国可以很容易的转移回他们的这个母祖国。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全球发展政策上也有一些伙伴关系，这是一个双赢多赢的这个局面。对于移民国和所在国起源国都是如此。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发展，所有的组织都数字形式连接在一起，他们会面组织活动，使用各种样各样的数字社会平台、社交平台。那这些数字技术在新冠疫情期间进一步繁荣发展。那这样大家呢不能够都在家里工作，都不能够离开家，那么就要靠这种数字的生命线连接在一起。每一个个人不管是他们单独的还是集体的，都受益于了这样的技术工具。在通过一个点击就可以传播信息，非常便利。我们都知道任何事情都有代价。那这些技术工具搜集了很多个人的数据，黑客呢可以窃取和滥用这些数据。那我们看到像爱尔兰就发生了这样的例子，在英国的 NHS 也遭遇了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些风险。在有一些情况之下呢，
我们有一些罪犯呢，可能使用一些假名，或者说是有多个手段。Thank you very much, Dr. Kumar, for highlighting all the benefits of having this interconnectivity across the world and having access to the tools and what diasporas can do with all of these. I would say a very evolving tools also. So I would like to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e have a few minutes to do so. So to make it a little bit more interactive, I have seen a couple of questions. And I will give the floor if you're willing to do to unmute yourself just to make this a little bit more conversational. I think it's always more engaging that way.Can I just ask Tracy O'Connor to unmute yourself if possible? 我想问一下，那么其他的人，如果您不讲话的时候的话呢，请把您的麦克风关掉。之前我知道 Tracy 您是有一个问题要问的，那先从您开始吧。好，非常感谢，也是感谢 Kumar 博士以及 Said 博士刚才您的发言。我是在都柏林。我之前其实就是一个小侨民，我是在八到九年以前来到爱尔兰的吧。我特别想知道Kumar 博士，您刚才在讲到侨民对于改变的政策的影响的时候，我想知道这个是讲的是他们自己的东道主国，还是也就是他们的居住国，还是他们来源国的这个政策呢？以及他们具体对于改变自己祖国的政策这方面，他们的这个声音的分量到底有多大呢？因为在我看来，他们还是其实是比较远离他们祖国的这个环境的，所以我想知道你们其他人有没有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背景信息给我们提供呢？谢谢，非常感谢提出这个问题。我确实感觉它是可以改变政策的，有这些技术以后，我们是很快速的和其他人联系起来，这个是以前没有的。当我们去和尤其是高级别的政界人士联系的时候，他们也是知道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侨民社区的时候，他们也是知道这是可以影响到他们的这种政局，所以他们也是愿意做出改变。比如说我们自己在爱尔兰也是做过这件事情的啊，我们当地的政界人士，当时有一些侨民来到这个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找谁，怎么去联系这些人，所以当时是我帮助组织会议去联系当地的一些部长还有政界人士，然后呢一场会就可以让100-200人参加，然后举行了几场会议，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可以直接去和部长对话，以及他们的这些大臣们对话。所以其实这样的话，80%-90%的问题就已经得到解决了。所以政府非常高兴，这些人也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可以彼此的联系，并且对于侨民来讲，他们解决了问题。对于他们的来源国来讲，他们可以让这种论坛，其实刚才Sampa 已经讲到了，你可以正常时候他们可以比如说共聚一堂来去改变这些环境，并且他们可以去转汇款改善祖国本身的情况，这些改变他们可以由侨民和他们自己的大使馆和政府进行联系。有一些需求我之前就讲到了，我们是需要在全球层面有这样的一种政策，而且这种政策应该有更多的法律地位，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也帮助我们自己祖国的一些政策，非常感谢。Tracy， 我也想就刚才库莫博士的讲话再补充一点，我觉得现在侨民也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塑造政策，我觉得当中包括好几点吧。第一，就是现在政府是否有一些激励政策来去鼓励侨民，还是说现在是有一些外部因素使得侨民关注政策？因为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侨民关注的是有关健康的分布不均等，或者说是一个投资，或者是这个就业岗位的创造，所以这个确实是要去取决于你来的祖籍来源国所处的大环境是什么。然后当这些政府他们把门打开的时候，很多其他政府他们也都是愿意那么做的，因为他们都是想和自己的侨民保持联系，这是契合的地方。但是有不契合的地方是，比如说政府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也是有侨民为有几个例子，比如说侨民通过这种倡导的方式就某一个议题发声。所以我觉得政策的话，政策这也是意味着好几项不同的东西吧。在社会政策当中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包括这个就业教育和住房的问题，还有健康的问题。然后在经济政策的话，又是从就业岗位创造到汇款到投资到其他等等方面，所以要去把这些政策本身拆解开来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比如说在印度的一些政府，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今天参加这场会议的政府，他们必须要开始首先是去制定一些具体针对于侨民的这些政策，然后再去改变和强化政策。我觉得但是总会有一个挑战，那就是不在家生活的这些侨民，比如说库马博士，您现在是又回返到您这个国家了，我觉得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国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有一些侨民他不能够以自己设想的方式回到自己的祖国，所以总会有一种感觉，他会觉得这个政策推进，或者说他有一个自己的想法，觉得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不一定是可行的。因此在多年间在我自己所去共事过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你会看到这个就是他们侨民所面临的实际的问题。非常感谢，谢谢。我们在聊天渠道里面有好几个问题，我想简要的先由 Martin Russell 博士您来提问吧。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互动性更强一些。Sam， 您还好吗？老朋友了，我问一个这个可能不太好的问题啊，我觉得对于侨民来讲，在全球方面现在确实是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政府在这当中扮演着比较重要的因素。但是你觉得私营部门这方面现在是否在变得越来越活跃的？你觉得现在有没参与到这部分工作当中的人，他们现在错失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和其他这些没有参与的人来去跟他们传达这个信息，让他们参与进来呢？因为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们也是有很多的工具可以被使用，怎么样能够让其他更多的公司参与进来呢？Martin， 很高兴见到你啊，也非常高兴听到您刚才的提问。我觉得有几点吧。Meta， 我觉得之所以他们把重心放到侨民上，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用户行为和他们所面临的现实是什么，尤其是从非洲、土耳其和中东这个地区当中的情况。我觉得这当中是有几个影响的，还有很多比如说一些亚洲的国家，他们也是在其他地方有自己的侨民，他们也是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在一起去互动。但是我们 Meta 的话呢，我们的产品就是以现有的方式来进行互动。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自己是有什么样的用户，以及我们的用户到底是怎么样能够去，我们的用户到底现在是生活在怎样一个多面的现实世界当中。另外一点，我想 Martin 你可能尤其喜欢这一点啊，我之前也是突然一下醒悟了，刚刚加入 Meta 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我大部分的这个职业生涯是在公共部门的，所以后来转移到私营部门来去工作，这是都前所未听过的啊。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的行业当中，现在特别相关的一点是我们的祖国和侨民本身的经历，你会发现突然有一个时刻是我们的这个行业它一下子是觉醒的一个时刻。比如说电讯行业，你可以想象他们其实是很快的就了解了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去打远程电话的。你再想一下机场，比如说交通出行吧，飞机，他们也是一下就懂了，我们其实是一年要回家回2到3次，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消费者群体。另外一点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转汇款啊，比如说一些金融科技公司，他们也了解知道，他们懂
侨民，或者说是包括我们的这个西方的一些这个软垮的一些机构。我不知道我的同事他们的这些公司的立场是什么，但是就考虑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些产品的规模以及我们的触角，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抓住这个机会。因为我作为一个非洲人，因为我确实是一个严格来讲是一个美国人，但是我也是厄立特里亚裔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厄立特里亚人。虽然说我现在没有在这个地方生活，但是我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就是一个作为一个西方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思考方式。所以这又是侨民本身面临的一个复杂维度，所以你就来去找到我们的用户行为是什么，这是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比如说这可能是一个西方用户他想要的一个东西，也许对一个比如说欧洲或者是美国以外的那个国家也是类似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把重心放在尤其是全球南部的这部分的生活在西边的这一部分的侨民。但是这个功能可能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用户可能会使用的，但是来去打造社区放大声音，这个对于侨民来讲，这可以说是能够去拯救他们生命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所以我明白您刚才这个问题的出处啊，但是我们的用户，我们不把它看作是一个消费者，我们是知道他们用我们的产品是为了去维护关系，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去深化帮助以及保护这种关系。非常感谢 Sampa 刚才的回答。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想也是去问一下，Sandra Bullis。好的，大家好，发展和合作机构的代表，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也是谢谢大家刚才的介绍。我呢想有一个问题，尤其是刚才 Sampa 的一个介绍啊，很高兴能够去看到侨民使用 Meta 平台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但同时您刚才也讲到了使用这些平台也是有些风险，它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问一下你怎么样能够确保用户尤其是侨民来降低这些和数字平台相关的风险呢？谢谢，非常感谢桑主，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提问啊。总的来讲，在我们平台上的这个伤害，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来去降低减少伤害。对于侨民来讲，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侨民本身对于他内容的影响不光只是个人的社交网络，也是他自己的侨民社区网络能够看到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全球性的影响。所以就从减少和降低影响这方面，尤其是不实信息这方面的影响，首先我们有好几个团队专门就是来去识别这些不实信息，我们有一个这个内容团队来确保我们的政策是易于理解的，并且它是可以去保护我们的用户经历的。而且我们自己的这个公共政策团队，我们这多个团队在一起协调合作，来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公司目前为止在这上面的立场是什么，它的风险到底是什么。第二点，我们也是和用户互动来确保他们能做哪些事情可以去抵制这些不实信息，他们自己可以做哪些事情能够去宣传这些正确的信息。我想你可能也是在自己的脸书网页上看到了，可能会有一个小窗口突然跳出来了，比如说你现在可能需要了解更多关于新冠疫情的信息等等，那这些其实就是一些自动化的例子。但是我们也花很多时间和用户以及尤其是侨民在一起解释我们的社区标准是什么。社区标准其实就是我们公司的政策或者是参数吧，告诉你们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哪些行为属于违反了规定的行为，哪些是可接受的行为。所以这个标准当中就涵盖了比较多的一些不同的类型，因为不容易做的是人类的行为同时也是可能会有伤害性的，而且你可以在平台上看到一些很难我们排除到平台下的这些信息。所以
所以对于侨民来讲，这些社区标准非常的重要，有两点原因。第一点就是告知侨民，告诉他们我们的规则是什么，政策是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的网页现在我们就把它屏蔽掉了，或者说现在你已经受到惩罚了，以及你的发东西的发内容的能力现在是受限。当然也可以预先让侨民了解我们的社区标准。我说两点吧，第一点是内容比较多，这个范围比较广泛，这是一个72页的一个社区标准文件，所以这就本身可以告诉你说这些伤害确实是可以存在的方式有多少。但同时我们也和用户以及侨民在一起，告诉他们每一部分的社区标准到底是什么内容。第二就是我们也是不懈努力把它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因为我们知道侨民他们可能并不一定是以联合国的这个5种官方语言来去发内容，他们也可能使用其他语言，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首要任务的这些，比如说全球的一些国家，他们也是使用几种不同的语言，所以来去确保这些人可以他们自己的本土语言去了解社区标准。我跟大家讲一下吧，比如说非洲社区的侨民，很多社区会以自己的本土语言来去母语去发问容，那发内容，或者说可能有一些语言版本的话呢，是有一些英语的交涉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确实发现要去打击这种不实信息是我们的战略。最后一点是我们会和侨民组织在一起合作，他们有自己的平台和网络帮助嘛，来去扩散这部分的信息。因此对于侨民组织来讲，如果他们想去打击不实信息，帮助社区人员了解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上更为安全的话，我们也是经常合作，所以这里就有机会帮助我们告知他们的情况，并且增强他们的意识。非常感谢做出这种回复，确实对于数字治理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还要做，每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所以我们今天也确实来去聆听一下大家的这个经验是什么，所以非常感谢您刚才的分享。那我接下来的话呢，就有请Charles 博士 Sanasi 您来发言吧。非常感谢，这是一个很好的会议，我是在日内瓦跟大家发言，也是 Sampa， 非常感谢刚才的您一个非常精彩的介绍，而且真的是知识非常的渊博啊。还有其他的我们的博士们还有同事们，确实我是来自于斯拉利昂的，但是在过去的18年我就已经是在瑞士，我其实是在很多不同的非洲的国家工作过，而且一般来讲对于侨民来讲可能是因为一些问题才让你做出行动，可能是因为你自己的工作，可能是你自己的家庭当中的一个事件，或者说你现在是有一件事情你做不了想去做，或者说你就是想去加入比如像今天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会议。因为我们当中大部分人我们了解的是世界的两方面，因为你可能会是，如果说我现在只是在，比如说，通常如果你是坐着这个国家自己的航班公司的话呢，是最为舒服的。比如说我是去伦敦的话，我坐的就是这个英国航空公司。但是刚才三朋友也讲到了，在讲到应急回复的时候，我们最了解的就是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知道它的文化，或者是虚拟上是怎么样子的。我自己现在比如说在非洲就是通过移动的工作装置，我们一般来讲是有很多的机会，瑞士有很多侨民的平台可以帮助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瑞士所去举办的一个非洲的论坛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我们是希望给我们自己的人口提供非常多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是知道侨民所去扮演的重要的角色是什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帮助我们自己来源国，通过一些合适的工具来去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大部分的这些东道主国已经知道我们的潜力是什么了，比如说下个星期
我就要去到希拉利昂这个地方来去帮助当地的民众，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重要性是什么，他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去调动这些资源，比如说从我们地球的这一方面移到另外一方面，所以我也是特别的高兴看到这样的一个会议可以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平台，提供这个机会，尤其是帮助来自于很多中等低等收入国家的这些侨民，我们必须要去主动联系到这些侨民，因为每一个国家他们都是在全球各地有自己的侨民，所以我认为，因为我自己的话呢是来自于希拉里昂这个地方，我们是希望能够去看到能够去怎么样去帮助我们自己地方的这些职业人员，然后让侨民可以真让我们当地的政府也是可以去借助到在全球其他地方的这些侨民可以提供的一些职业的资源，所以我们是想看一下怎么样能够去和比如说希拉里昂作为一个地区怎么样能够去使用他们的领馆还有大使馆去借助这部分的资源调动资源去强化他们的利用，不管说是这样一个职业的人员或者是非职业的人员，让他们都可以去参与进来，所以非常感谢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发言，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接下来呢我让这个 Said 博士让他来回答您的问题。非常感谢问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作为一个前任的大使，那么我曾经在芝加哥总领馆，而且在那里呢都有很多的侨民群体，我在那里工作的内容之一呢就是要接触到不同的群体，而且呢在考虑侨民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到说他们已经在那些国家生活很多年了，而且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所以说呢我们是给他们看到有医生、商人、专业人士，而且呢这些群体已经存在，我们希望跟他们能够互动，而且呢听取建议，在哪些领域我们可以去聚焦于去聚焦根据他们的经验应该把重点放在哪儿，还有呢这些群体存在的地方呢，我们特别是有一些细分群体，比方说科研人员，我们会鼓励印度的侨民形成群体，然后呢就成为一个领馆的一个基地，我们可以去他们如果很主动很愿意跟我们这些领馆互动的时候就会容易很多，而且呢像一些总领事们会经常的出行跟他们去交流，而且经常是去到每一个省，我们也要求他们去到侨民的所在地，这也是我们去了解他们技能的方式，因为有的时候呢印度侨民是有混合的多种技能，那么这些技能有的时候可能不见得只有你去跟他们面对面接触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具备，比方说呢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呢有一个教授呢是开展了独一无二的研究，使用数字技术推广印度传统医药，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只有见面的时候可能才会知道有这样的人才和技能，所以呢确实是说印度大使馆领事馆的确是呢可以在覆盖侨民的时候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决策制定的时候也是如此，而且还可以影响这些政策。非常感谢您的回答。那么在这个重要的论坛当中，我向各位学到了很多内容，而且呢有这样开放的讨论啊真的是很重要，而且有这么多利益官方的参与，所以呢
我在把时间交给赛义德博士去总结发言的时候呢，想先感谢所有各位，特别是爱尔兰政府支持和领导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们今天能够汇聚一堂。所以呢，讲到这儿，我就把时间交回给赛义德博士去总结发言。啊，非常感谢。Laura 博士主持这次会议，而且呢，这是个分会，而且呢，我想感谢爱尔兰政府组织这样一个重要的全球侨民峰会，非常重要，而且我们也非常期待着后面的这个全会的讨论。我非常喜欢森帕博士的主旨演讲，而且呢，你像我本人也是脸书的用户，而且呢，也确实是跟侨民，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跟他们保持联系，我也确实是认识和理解社交媒体的重要性，像你们这样社交媒体的重要，确实是发挥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呢，有了这样的工具，让政府可以接触到这些侨民。与此同时呢，从侨民的角度来说，他们也很感谢库马博士分享了他的角度，就是说侨民可以如何连接起来，跟自己的区域和国家祖国连接起来。所以说呢，我觉得印象很深刻，我们这场分会呢讨论了很多不同的方面，讲到政府、私营部门，还有最终用户使用者，也就是说侨民的角度，如何把他们连接起来，使用技术，使用这个数字侨民相连，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能够继续这一个讨论，在下周呢继续延续在这个平台上讨论。谢谢所有参加本场分会的各位，也希望各位呢后面的讨论顺利，谢谢。